那这一篇的信文呢，可以说来得非常的不容易啊，来得非常的珍惜。那怎么样的珍惜呢？我们现在请看啊，就是在1984年第一班，在台湾的第一班点传师的唱美班当中，这个点传师呢，当然不只是我们前人所领导的点传师，就是在我们老前人所领导之下。7000人方面的点传师，3000人方面的点传师，我们1000人方面的点传师，还有就是这个文慈先君1000人那方面的点传师，甚至还有屏东方面嘉义一部分、新竹一部分老千人呢直接领导的所有的这个点传师，通通都在嘉义慈善堂来开了这个唱歌班。那因为这一班呢是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道场。我们了解到点传师他是直接的来帮助代替老师来传道，虽然点传师外表上看起来跟我们一般的人是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在传道的那个时候，他在点道的那个时候，浅谈完点传师就点到位以后的那一刹那，他的立场他的身份就可以代替老师，代替一代的我们，然后来接引众生来归根正。所以点传师呢，他的身份是比现场。而一方面，点传师他承袭的天命，因此呢，我们讲师一般所讲的都只是一种教化所以讲道的说服力。但是点传师呢，他要跟整个天命的流程、天命的承袭关系的非常大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道还能够继续的办道，当然就是我们老前人还是能够继续的代表老师之母来换点传师的这个天命。所以我们从这边了解到这个天命的领导、天命的流传呢，在我们道场当中那是最大一件事情所以中庸一开始也讲天命之谓性，孔老夫子也讲过一句话，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孔老夫子另外有讲了一句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我们一个修道办道的人，我们道场跟一般的劝善跟一般的教化最大的不一样，那就是我们有天命的领导，有一代的名师，然后能够直指人心，然后归根正本的这个法门，这个是其他的宗教他所没有，就是我们道场单独有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忏悔班的点传师的第一班当中，就在好像快到了现在快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分中午的这个时候，那时候有一位张千人跟着张千人来的一位小姐，我们知道张千人年纪也有70几岁，当时跟着老千人一起来的一位张千人。张千人因为过去是旧时代的以前的时代的人，就是缠着小脚，所以年纪又大，行动上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有一位坤道小姐跟着来侍奉，这样跟侍奉张千人。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呢，这位小姐庄小姐借巧，一借巧就是一个很慈祥，又是很亲切的，但是呢，又是非常有亲情，流露出很自然感情的，那是一种母性的一种呼唤，母性的声音那是我们最慈祥的母亲的声音，然后就叫着我们前任老的名字叫着我们前任老的名字。所以怎么没有见到我们这个前任老的名字。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点传师，因为很多的点传师呢只是知道我们前任老姓陈，根本不晓得这里面师母所讲的名字呢就是我们前人不知道。那我们
刘点恒师，就是在座的这位刘点恒师，跟随着我们陈任老已经有30几年的时间，很了解。一听，哎，一天这个声音呢，好像就是师母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刘点恒师曾经有一次，只有一次的机会，跟随着我们陈任老，在台中呢见过我们师母，所以那个声音呢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熟悉，所以一听就知道我们师母在呼唤着我们陈任老的名字，所以就赶紧的到了房间，赶快去请我们陈任老出来。所以我们师母就讲，已经9年了，真叫我不担心，别以9年徒儿。9年了，这9年的光阴怎么过？我的徒啊，多亏我徒。 义母伴，你们一年年过，全都行尸菩萨行，神叫我把泪垂，舍泪悲酸，断肠流泪。师母的这一段的声音一谈到9年呢，啊，所有的点传师呢都是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原来呢，这是我们师母老人家啊慈悲大谈，因为我们了解到。 在64年，也就是1975年的农历2月22号、23号，早上22号的那个晚上，整个台湾从基隆北边一直到南部的高雄屏东呢，那一天晚上呢可以说风云变色，雷电交加，雷电交加，很少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很少有这种整个晚上，所以后来。 很多人不了解到底是什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回事，所以到了隔天，报纸一登，原来就是那时候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已经逝世，所以大家认为就是总统逝世，但这个上天好像天地同悲，一般人还不太了解，但是只有前面的几位。 老千人，我们几位前人老呢，他们最难过，因为就在那一天晚上，老千人带着几位前人，就在我们师母的床前呢，然后呢亲自来探子一代的名师，远离我们天道的弟子，然后就回天交子，一代的名师呢就记着我们老师。 离开我们徒儿，然后我们的唯一的师母老人家就从此就再也不认真这个，所以此后道场的前途就只有几位老亲人、几位前人了。要忍痛忍着这样的没有了我们老师，又没有我们的师母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要在面临的一个半场的黑暗。 这样的一个旅途上，然后继续就来前座，所以听到了这些声音的时候，其中有一位韩典传师，这位韩典传师呢，就是我们老前人的儿子韩典传师，听到师母讲的这几句话，听到我们师母一直口口声声的讲了9年，反反复复的讲了9年，而且我们师母一开始来。 就一直的很亲切的来呼唤着我们亲人老的名字的时候，韩典禅师不禁的就痛哭流涕，因为师母的声音太熟悉。这一位山才，他并不是山才，但是他讲的声音完全就是当初山东我们师母的乡音，因为那个声音韩典禅师他曾经听过。 所以韩典师师父他一直的在回忆啊，一直的在学说。韩典师他今年已经50几岁了，在12岁的那一年，就跟着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尊称，我们的老先生。当时我们老先生带着12岁的小孩子，就抛家舍业，然后呢就是去嫁鸡，就是当山采妻。所以。 在那样的一种
环境之下，韩德安斯就离开了他的母亲，然后到了道场。当然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好像是还不太懂事，但是又还是很懂事，因为在一种整个中国在一种很动乱，而且呢面临的整个国家啊都是充满的内忧外患的一种情况之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很懂事，而且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本来应该是在学校读书，本来应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他却啊就这样子呢离开他的母亲，来到了道场。幸亏我们道场非常的温暖啊，前面的这一些很多的前道啊，很多的坤道，就好像哥哥、好像姐姐一样的来照顾着他。那尤其我们师母老人家更是疼爱有加啊，常常摸着啊他的头啊啊，好像呢很亲切。很慈悲很灵敏的这样子来照顾着他，所以啊韩良师呢很亲切啊听到了这种慈祥的声音，然后不禁的就想起了这四十几年来，因为当初韩良师还小，跟着老千人还有几位千人就在啊天津道场修法办道，但是呢啊这个好景不长啊，我们的老师经过几年以后啊，36年的中秋节呢，一代的名师呢就离我们而去。后来我们师母老人家呢，一个人呢可以说承受了在当初呢很多的啊委屈，很多的委员办，但是我们师母老人家呢，一个坤道人家就毅然决然来担起了乾坤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慧命。后来我们师母有面，就派了我们老千人几位千人，然后就远离了啊天津，就到了台湾。所以本来韩德安师他们几个人，他本来就是想说，只是离开了家，然后到了天津道场，应该要回家还是很方便。但是现在远离了天津的家门啊，在啊这个大沽口啊那边呢就坐船，然后就到了台湾啊。刚开始可能呢小孩子坐船还觉得好玩，可能以为就是说来这边玩，但是没有想到一来了台湾竟是40年，而且呢一别永别。所以在这40年的当中，韩德安师想起了很多的事情，40年想起了韩德安师他的母亲啊已经不在人世间，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大陆去看到他的母亲。韩德安师也想到母亲了啦，当初只是一个20几岁的一个小姐，但是现在来到了啊台湾，已经40几年的岁月。我问钱仁老的父亲母亲也是一样的啊回天去，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怎不叫人在人间的这一些啊众生呢，一看一想起了我们师母老，又想到了道场，又想到自己的啊家庭，可以说一幕一幕就好像来到了眼前，好像来到了眼前。所以韩德安师从借着他的一种回忆，那时候他们几位人啊几个啊从外地来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人生地不熟还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做生意来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就是为了来办道，完全是奉着师母之命。因为师母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重，原本老千人几位千人是要到西安去开道啊，钱也去了，人也去了，活计也都去了，但是后来师母老人家指示我们老千人，现在道印已经不在西方，道印要转到东南方。老千人一向最遵从师母的命，所以老千人就请示师母老人家啊，请示老人家，那往东南方应该往哪里去啊？我们师母很慈悲的就说啊，就是在台湾。那我们现在的台湾，当然经过40年来
政府这样的领导，我们百姓的努力当然是很繁荣，而且道场非常的鲜啊，可以说道场啊非常的宏伟。但是四十几年前的台湾，就好像啊我们马来西亚，然后要坐船好远好远，然后一个小岛啊，好像婆罗高屿啊这样的，也离吉隆坡，然后要到婆罗交屿这样的起半岛的一个小岛。所以本来半岛就在天津，就在北京那边，就有1000多万人，要半岛就办不完，为什么一定要到台湾去？但是师母老人家慈悲，一定要到台湾去。如果到台湾去，这个道办不成功，不弘展的话，那我的天命就是假，天命就是假，你们就可以不要回来啊，你们就可以不要回来。所以我们老前人为了这一句话，就带着几位前人老，我们前人老也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忏悔班，所以就第二次的远离了自己慈爱的双亲，远离啊最温暖的一个家庭，然后又到了台湾去。明明知道台湾语言不通，明明知道台湾啊文化跟中国已经隔阂50年了，这个是绝对是不好办。但是我们老前人啊，当时这样的一种坚强的一种意志，然后一定就要到台湾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啊，台湾跟中国大陆很快啊，不到了半年，一年半载，然后很不好的消息就来。啊，中国大陆的北方已经变化变得很快，变得很快。没有多久啊，长江以南也都沦陷，整个中国大陆就在这个一年当中就变化。这样子一来，前途茫茫，后归无路啊！几位亲人老就现在异地他方，电话已经早已就不通，书信也不能够来往。啊，其他的这一些船啊，整个经济来源完全的就断绝了，完全就断绝。那完全断绝还没有关系啊，因为在我们台湾那几年啊，可以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彼此之间互相的怀疑，彼此之间互相的不相信，互相的不相信。所以随时之间人就会啊，因为在一个很动荡不安的一种社会当中，政局动荡之间，好像风雨之间要把台湾那一条小船随时呢在风雨当中呢，这一条小船就能够来潜伏，这一些的人潜伏都可以上升，可能一个风一个变动之间啊，这个台湾就永劫不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然啊，政府也都是有他的困难，但当然那个时候的社会都是很不容易的，经济一切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老前人几位前人老到了台湾办道都是办不开，整整5年的时间，这个道没有办法推展出去，然后生活坐吃山空，带来了一些钱，慢慢的啊，这一些钱去换。所以后来啊，这个钱你也要控制好，不控制好，那如果这样子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我们就把它吃完了，这怎么办？所以就控制好，严格的规定啊，吃饭啊要吃的米甚至吃的油都有所规定。所以曾经我们前人啊轮到吃饭的时候多放了一点油啊，然后其他的前人都为了这件事情啊还骂了我们前人，我们前人啊也为了多放了几滴油在锅里面啊煮菜，然后受到了当时候同样是绊到的那一些的姐妹大家的不高兴，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在那种时候大家都是患难，都是患难，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想到了这一些呢，今天我们师母老人家就在我们老千人几位千人在台湾受苦受累的时候，我们师母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受到很多的折磨，受到很多的痛苦。因为共产党来到了占领了中国以后，他们认为过去我们大啊
是属于国民政，是属于中华民国政，而这个共产党呢，它是一个无神论，所以对于天大，就是有很大的、很多的这一些的这个压迫，很多压迫。那幸亏有问师母老人家呢，吉人天下，所以就在道亲的这样的保护之下，会尽的千辛万苦，才从中国的天津北方，然后到了香港，到了香港。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好几年以后，好几年以后的事情，我们老千人知道师母老人家已经来到了香港，这个消息就给老千人还有几位前人呢，可以说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所以老千人就想尽办法要把我们师母老伴接到台湾，但是那个时候从香港要到台湾，那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很不方便的事情。尤其这个时候已经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离开好几年，那我们师母又是办出来的，办出来的人总是对这个办出来的人都有一种问号都有一种问号，所以政府是不允许这样的人从香港又来到台湾。所以我们老千人那时候就托了人打听，当时候有一位上将，这位上将也是一位道亲也是一位道亲，很虔诚的道亲，只不过是因为他在官场当中他不方便来办道而已。所以听说老千人去找他以后，这一位将军听说我们师母老道人以前来到香港，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很有勇气的就站了起来，这个叫做无畏师啊，那么要来做这个事情。因此呢，他就去站，跟政府当局就这样的说，他说这个人我可以保证，我以我一个四颗星的将军，以我的生命，以我的人头来担保，如果这个人来到了我们台湾，有任何的发生，任何的差错，有任何的事情，那我愿意以我头上的这个我这个头来担保。所以也就是他这个将军，四颗星的将军来担保，我们师母老人家才能够来到了台湾。这个时候我们老千人跟师母老人家离别已经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了，十年的岁月，可以说彼此都是受苦受难，所以见过最黑暗最痛苦的十年，精神的折磨生活的困顿，一切都是一切尽在这样不言中，彼此之间都是很难过。师母老人家来到了台湾以后，老千人带着几位千人就是朝见我们师母老人家。师母老人家打听了解到我们这几位前人来到台湾都是这么样的辛苦，但是他们的道心还是这么样的坚定，所以师母老人家那时候很慈悲的就这样的说，他说师母老人家这样的说，你们实在是太辛苦了，太委屈了，你们的难过我都知道，所以这样子好了，如果要这样子不自由，修道要不自由，修道还要做监牢里的话，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人老还曾经为了修道办道，为了渡人还被去抓到监牢里去蹲了几天去坐了几天。所以师母老人家很慈悲的就说，如果要关就关我好，就关我一个人好，只有这一句话，我们师母老人家就自己在台中的一个房子，然后就把自己就关起来，完全是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师母老人家就不吃稳这样子来唤起我们几位前人的自由。所以从此以后也就是感动了上天，感动了诸天仙万仙菩萨，从此以后我们大道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从云林县
彰化、台北、台中、苗栗、台南、高雄，这样子慢慢的轰炸。但是慢慢的轰炸，没有想到，本来啊、我们应该这个道亲越来越多，应该可以承欢师母老人家的膝下，但是我们师母老人家因为啊、多年来的奔波，多年来的这种忧伤，师母老人家呢，晚年呐、可以说一直受到疾病的缠身，这个也都是师母老人家呢菩萨的一个无限的愿力、无限的悲愿，要来承担我们道亲、我们徒儿这一些的冤孽、这一些的业力，好像要来承担很多的。这一些我们的罪过错一样，所以我们师母老人家在最后的几年呢，可以说受到疾病的折磨，疾病的折磨。所以今天师母老人家就在那一天晚上，终于还是离开我们儿媳，让我们这一些的弟子呢，真正有所谓的风意见而事不止，执一样。而亲不待，这样的人间最大的悲伤，人间最大的悲伤。所以韩莲师想起了老先生，想起了前，想起了他们的母亲，又想起我们师母老大人受了这么样的辛苦。尤其我们师母来到了台湾以后，有别子的前人，他们听说我们师母老大人已经来到台湾，他们就想要去朝见我们师母，但是我们师母有病，因为如果这个事情轰动的话，可能又会造成了这个不安，会造成了不安。一方面可能会引起注意，因为当时我们的道还是没有明朗化，还是没有被政府所接受。一直的我们都是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黑锅，可以说忍辱负重。想起过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当初受到人家的打，受到人家的骂，然后十字架走到了刑场，那种痛苦自古以来是所没有。但是耶稣基督的痛苦也就是那一天而已，等到他这个三寸气一断，他就可以解脱，就可以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去，永远的荣耀。但是我们师母老大人却一直的要这样的忍辱负重，在过去大陆受苦受难，然后来到了台湾整整二十年。那我们老前人也是一样，要背着二十年的黑锅，因为在这二十年当中，很多祖先的前人对于我们老前人都是很不谅解，认为我们老前人来限制我们师母老人家的自由，认为我们老前人一定要这样子，然后才假借着我们师母的病，然后来有这么一句话，很不好听的话，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这一句话就是过去人家在骂曹操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老先生呢，这一种一个修道办道忠心耿耿的这样子的一个有血有泪的这样的一个血性男子，当初为了修道办道真正可以抛家舍业，但是今天为了来保护我们师母的安全，为了整个道场的前途，为了让我们修道办道不要受到干扰，却是一个人要背着这种黑锅，背着黑锅。所以这种事情只有我们老千人，只有我们千人，只有韩典传师他们几个人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得到我们老千人心中比过去的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还要难过，因为是永远没有解开的机会。就算没有解开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师母又离开我们儿媳，永远我们道歉，这个黑锅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老师、我们师母归空以后，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一直到了八十年的时候，1980年，
道场，可以说呢，上天要来淘汰真考真练，因为道就有真考，道就有道就有考，所以就在1980年的时候，整个道场掀起了大浪，从台北然后一直考，啊，整个道场都在这种狂风暴雨当中，就在狂风暴雨当中，啊，就在那个时候。有几位道场的讲师就啊，对于我们道有很大的一个怀疑，怀疑我们前，怀疑啊我们老先生，甚至怀疑起我们师母老人家。他们后来有的人更这样的荒谬的说，师母这个名字根本就是没有，要是有的话，我们怎么都没有看过师母。那如果说生前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师母，为什么师母归天以后连坟墓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得到？所以那个时候确实这一句话让很多的道亲就啊乌合之众，然后就听着他们，然后就一起的来攻击老亲人，攻击最大那就是我们亲人。所以我们前人老就在那一年当中可以说承受了从过去修道以来最大的难过，最大的痛苦。过去离开的父母亲，过去在台湾受苦受累，啊，甚至啊被有关当局抓进去关几天，都还没有这么样的痛苦。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为道，为了修道办道而来。但是今天前人老却在为了整个的心，整个的力，牺牲自己的天伦之乐，牺牲自己的啊，可以说家庭的温暖，离家背井，然后把整个的心血为了啊这一些的破邪，为了这些道亲，但是没有想到最亲近、最信任的身边的人，却是讲了这一些的话。所以我们前人老呢，那一年当中呢，可以说呢。完全是在一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之下来度过那最悲惨最难过的那一年。可以说呢，我们千人每一天都是以泪来洗面。我们千人老形容那时候的心好像是我们的心放在油锅这样的去煎，这样的去炸一样，好像那种痛苦没有几个人能够来了解，受到污染，受到诽谤，甚至还有人来宣布前人十大罪状，这种的痛苦，可以说人间自古以来，孔子当初存在这样，耶稣基督当初受苦受难，释迦牟尼佛来抛家舍业啊，来当乞丐，观音菩萨为了、要来度化众生，受磨受难，都还是没有我们前人好，这样子受到最亲信最疼爱的后世这样的百般的不幸打击。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种惨见却有几个人能够了解。所以幸亏我们师母老人家最能够了解我们，最疼爱我们前人老，因为我们可以说师母老人家跟我们前人老真的是母子情深，母子情深。我们前人本来是一个千金小姐，掌上明珠，2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来到了大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师母老人家很慈祥的来鼓励着我们前人，勉励着我们前人，勉励着我们前人。所以在我们道场在52年的时候，1963年，我们云林县。刚刚啊，10年的一个基础，从1953年云林县的重修堂开始办道，我们千人很高兴。十年来到了台湾啊，有7-8年的时间都没有办完，办了一点成绩。真正7-8年以后，云林县才有这样的一个立足之地。但是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啊。所以政府要来拆掉重修堂的这个招牌，下令几个单位要来下令把重修堂这一些人
啊，要把他追杀。这个时候，我们前人老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欢恼这件事情。然后前人老就赶快的去投视我们师母老人家，师母老人家一眼就看出我们前人老，可以说满面的忧愁啊。我们师母老就很慈悲的啊问着我们前人：你到底受了什么委屈？你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困难呢？赶快的跟我说。我们前人老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就告诉我们师母老人家，重修塔很快的就被人家要拆毁。我们七八年来、十几年来，这一点心血，一眼看这样，好像一阵台风一样，要把我们片瓦都无存。这个时候，我们师母老人家很难过，但是师母老人家安慰着前人：没有关系，我来帮助你，来求饶。所以师母老人家那个时候就跪下来，磕头如捣蒜一般，就求着老母慈悲赦罪，来降服这一阵的魔考。这样的磕头，一磕就是一万磕手啊！我们各位都磕过一百磕手，我们的很少磕过一千磕手，但是一万磕手，可以说师母老人家呢，一个昏道人家，身体又是有病的一个师母老人家，一代的名师，为了我们道场的前途，一磕就是一万磕手。可以说呢，这每一个磕头牵动到33天外无极以天的老母，所以老母慈悲，然后呢，好像不忍心我们亲人老受苦受累这么多，这样的一个重修塔就被拆毁掉，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暗中波转，后来啊政府呢才查明白我们道场所办的事情都是教宗教校，所以就把这个公文一直的压到现在。重修堂后来还是拆掉，不过拆掉啊不是被政府拆掉，我们是把它拆掉，然后翻新变成现在二楼庄严的这个佛堂。所以呢可以说这一段要不是真正的接过来的人，可以说呢没有办法。从师母的一直的为什么一来就要喊着我们前人的名字，因为我们师母对前人的期望最深。前人啊是一个清修的苦道，我们师母老也是一个清修的一个苦道，所以也就是一个清修的苦道才能够最了解清修人他是不容易走过来几十年的岁月，每一天的晚上可能亲人老要想着最慈祥的父母亲都不能够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默默的祈祷着上天，只有默默来呼唤着我们师父老的名字。所以母子前身，母子可以说我们亲人老在台湾哭的声音太多，这一些前人的哭声感动了我们师母老人家，前人老的哭声也才感动了诸天仙佛万千菩萨来帮助我们亲人，也才有后来千千万万的道亲然后来降生在我们台湾，降生在我们东南亚，要来帮助我们亲人老。所以一直到最后这二三十年来才有很多的年轻人紧随着前人老修道办道，因此有一次仙佛来说啊，在重修堂仙佛慈悲就说：你为什么你不勉励我们前人受苦受累没有关系，以后你的成果会最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哭的最多，你的哭声感动太多的仙佛，以后一定有很多的年轻人会来帮助你。这一句话当初我们前人老不敢相信，以为只是仙佛的鼓励，但是现在我们大道洪灾
很多修道办道的年轻人闻道不舍，一开法会一千多个大专的年轻的学生，这一些人真正的也都是趁愿而来，要来帮助我们前人岛。所以我们前人岛修道办道真正能够啊来扬眉吐气，没有辜负师母老人家对前人这样的期许，也为他们全家真正的能够来显清扬名。所以上天不负苦心人，在八十年前人老受苦受累的时候，支持前人老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前人一定要为他的父母亲来争光，前人一定要为师母来报德啊。所以前人老那时候常常来讲的一句话，人可以辜负人，上天不会辜负人。所以很荣幸，虽然我们前人老没有办法赶在我们前人的母亲啊回天的时候能够侍奉在前人母亲的床侧，这是人生的最大的遗憾，但是上天很公平，上天就在一年以后，前人老知道这个消息，可以说啊非常的难过，那种难过如同天崩如同地裂。在香港的时候知道了这个消息啊，香港的一个道亲王碧玉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不敢给前人老知道，一直得到我们前人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才把这个消息这样的很婉转的来透过给我们前人。我们前人老一天的时候可以说昏倒过去，昏倒过去。所以后来前人老就在重修堂举办一次追悼会，我们前台湾省的道亲呢，可以说啊点传师匠师都是去参加啊这个贤莲菩萨承恩大帝的追悼会，点传师前道的点传师昏道的点传师可以都是以这种孝子贤孙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大家忍痛的这种悲伤的眼泪，但是又感觉到非常的光荣，因为我们前人老真正的是啊显清扬名，扬名声显故名。当初孝经里面记载的最大的孝道也就是周公，周公是大孝，所以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周公其人也。所以周公当初祭祀文王的时候，诸侯啊各地的诸侯士大夫都是要以其他的这种职位然后来帮助周公祭祀文王，可以说最大的孝道人间就不过是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前人老那时候的追悼会感动了天地，上天降临甘霖啊，天降甘霖，天降甘霖，好像也是上天不忍心一样的流着眼泪，因为我们前人老受苦受难太多。所以前人老那时候也慈悲的流着眼泪来感谢大家，好像因为那时候台湾半年没有下雨，半年没有下雨，前人的父母亲好像没有什么来送给台湾的这一些人，就只有来以这一些甘霖送给我们台湾，让我们台湾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我们从前人老的心，前人老的孝心，可以感受到前人的父母亲是这么样的慈祥。后来啊结缘以后，上天慈悲啊，我们啊封为前人的母亲为贤莲菩萨，前人的啊尊翁呢为承恩大帝，可以说告诉我们修道是没有白修，受苦是没有白受，受苦是没有白受，只有曾经受过最大痛苦的人，上天才会回报他最多。但是四十多年来我们师母老人家最了解，所以师母一来就哭着，一来就讲九年了，九年没有看到我们前人了，
一喊着我们亲人的名字，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些点传师大家都是抱头的痛苦，抱头痛苦，大家珍惜的这一些今天大家的荣耀，大家在道场能够修道办道，我们大家都是承受了天恩师的，但是在这一些的承受大家万人来敬仰我们点传师的时候，这里面的痛苦，这一些的痛苦都是我们师母老人家，都是这几位前人以他们的亲情，以他们的委屈，以他们的折磨来唤起我们这一些道亲能够现在来修道来办道。所以可以说人间最难过的就是啊亲情的啊这个悲欢离合，一别永别。所以师母老人家一直的含着眼泪，血泪悲酸，断肠流泪。师母老人家哭着，徒儿天然自存地，今日夜会清明台。因如啊，师母老人家不禁的又呼唤着我们前人的名字，耳朵堵啊，来太久了，我们没有尽到心，徒儿忏悔啊，天地都还没半收眼，怎么办呢？你们都起来吧，你们徒儿无法前多，坐在母身边，九年第一次临台，为我徒儿，你们珍惜啊，你们都排队吧，你们坐吧，坐在母身边。所以说问师母老人家那种慈祥的呼唤，慈祥呼唤，就好像我们离别很久的啊这一些儿女一样。然后师母老人家很慈祥着呼唤着我们这一些徒弟来坐在他老的身边，好像我们师母老人家要看清楚每一个人一样，要师母老人家在天之灵都是一直的来看着我们徒儿。今天九年后的今天，师母老人家才第一次来看到我。老母有命，忏悔半生，甲子开端第一回，你们来台是第一回啊，已是来不及了。双年双印双变锤，老母有命，一二万刀将加倍，一扇双丝将功变。73年，1984年，就是天印甲子年。那一年的甲子年呢，可以说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那一年有两个立春，又有两个雨水。因为春天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们了解到春天就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的春天才有耕耘，我们秋天才有收成。那一年有两次春天，象征的我们那一年可以丰收啊，而且播种以后最重要的还要有雨水啊，没有雨水这个稻子是没有办法长成。那一年又有两次的雨水，因为那一年是闰年啊，闰的春天有两次的雨水。我们人生一甲子啊，人生一甲子很难得是遇到甲子，所以遇到甲子年可以说是我们啊上天要给我们人应该把握这一点，应该要来咸丰立根才对的。但是却有几位无知的妄想的这一些道亲，他们自己妄想，自己无知，自己假聪明，认为这样子在算，因为他们在算，好像老师已经归空，老师归空，师母继续天命，那师母继续天命归空到现在已经有9年，尤其今年又是甲子年，那是不是这个从此以后要转天盘换道盘，是不是道盘要转在另外一个指示呢？所以他自己算，自己被陷在八卦迷魂阵里面，自己然后呢就啊认为呢白羊二子已经过去了，是
十八代祖师已经揭示，现在应该就是十九代白羊第三子要出来。他们就是这样子，两三位这样子自己算，自己传，这个话就传到了有心人的心耳朵啊，所以就有心人啊，本来是别子的一个给传师，然后就跑到了泰国来，啊，就自己成为啊祖师啊，啊，成为三子，啊，成为三子，自己就说，啊，因为白羊三羊开泰，所以三羊开泰应该在泰国，啊，所以这样子呢，就几个人就穿凿附会，就甚至很荒唐的，就从台湾然后坐飞机到泰国去去拜师去认识。甚至还写了一本书，叫做《千里访师记》，所以这个事情呢，啊，有很多的点传师对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了解呀，不能够了解，对天命不能够了解，他们以为天命是一个有形有相，他们不了解天命就是上天的意思，上天有命，主权在天，完全是老母，而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所能够来了解的啊，所能够来了解。所以我们师母今天很慈悲的来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啊老师要老前人来开忏悔班？为什么啊很多的仙佛一直要来指点老前人要来开忏悔班？就是天命交代要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老母慈悲垂下忏悔班，以往前辉给我们洗完，此乃天然皆中华圣母求之来。所以讲到这个时候，讲到中华圣母啊，我们这些点传师大家又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又是很高兴，我们师母老人家回天教子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代的佛了啊，老母慈悲红为中华圣母的佛号。所以师母老人家慈悲啊，晚年忏悔也不简单，我们人到了晚年要能够忏悔，这个实在是最大的荣幸。孔老夫子当初讲过一句话，五十岁而知四十九之辉，一个人到了五十岁还要知道我四十九岁以前我还是有很多的过错。所以人能够忏悔，这个是上天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慈悲。不过上天给我们有机会，我们还要有真心，所以道真是我们还要真心才能够换得真。所以师母老人家讲，还得真心活潜力，看而徒我有几不诚心难改悔啊，见则我为母不得不临潭垂信垂行。可见当初坐在那边还是有几个人对于忏悔班的意思还是不完全的明白，还是不完全的明白。我已坐在佛坛等不起，所以快快临坛会有徒弟，你们都坐下吧。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跪着跪着跪着一两个小时。为母讲几句话，徒儿来台度众生，天命不可违，阴阳相加是代配，挂名夫妻阴阳度，你们懂不懂？这边所讲的挂名夫妻，就又讲起我们师母老人家当初委屈啊，可以说在19年的时候，1903年，可以说啊、八卦炉中起香烟，我们老师师母挂名夫妻，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的时候，我们师母一直都不愿意答应，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清修的小姐要挂名夫妻，这个话传出去那还怎么做人呢？所以我们师母一直都不答应，但是这个是上天已经定下来，太来天真半说言，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违背，也唯有这样子，我们天道尤其我们坤道的道亲才能够有出头的日子。所以讲到这边，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坤道道亲能够修到半道，这一些我们更应该感激我们师母老人家，更应该感激我们前人老，为我们坤道来争光啊，为我们坤道来受苦。所以阴阳
相加是乾道坤道这样子象征的变乾坤都要九六N O S，九就是乾道，坤就是六，九六阴阳都要乾坤，要渡回去，所以一定要有挂名的夫妻呢，乾坤一起来拜。师母这边又泄露了这个天机啊，交代当初民国十九年领天命的那一段的公案，待满，所以今天才能够再满乾坤立锤，一阳归气复一阴。一阳就是在1947年的时候，我们老师已经归空回天教子，就把这个事情由月亮由夜会菩萨来带领着，可以说日夜变迁啊，日夜乾坤，日夜变迁，一个人要挑着两个人的事情啊，慈母要帮接着掩护慈母，一个人要来肩起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说我们师母的责任太大了，有一个护道人家这样子的多病的身体来担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有大众的徒弟来护持会，老母才派我来下东家，为我徒弟讲一番，来整个的天命的接续。为什么这一场要由我们师母来讲？因为只有我们师母才能够把从老师师母点天命，老师归空以后的事情，师母归空以后的天命的交代，一定要由师母老人家直接来先说，直接来慈悲才能够明白，大家才能够相信，才能够相信。所以为什么师母因为坤道不太喜欢出头，所以过去老师在的时候，师母老人家总是让我们老师出头，一直到归空的，我们师母老人家还是让我们老师来出头，只有今天不得已不自己来讲，总是有人怀疑，甚至有人还怀疑有没有师母这件事情，那才是荒唐。所以我们师母老人家直接的来说，虽然师母老人家来，很多人会哭，很多人会伤心流眼泪，但是师母不得不来，因为天命事情事关重大。所以为什么要来呢？因为徒儿迷惑不知还，误认甲子八大还。因为我们人误认甲子师的人而反倒败的，不思天恩不图报，没有想到我们是承受这么多的天恩啊！尤其点传师可以说人上之人啊，人上之人应该是干扰徒弟来报答天恩师的才对，但是却没有来报恩，甚至去接线接到别的祖师去认别的祖师假的祖师，这样子可以说这样的人啊，反将大道没有看清，真教为母不伤头，真教为母不将血泪出呀。我们师母呢，可以说含着血一眼泪，这个眼泪呢流都没有都流了，可以说连水都渗出来啊。所以，哎呀，从未见我大地的徒弟，我们师母当初没有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徒弟，因为我们师母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只有几位最前面的老前人、前人，还有当时很荣幸的点传师，只有刘点传师呢，有一次去见过我们师母老人家，其他的点传师没有一个去见过我们师母老人家。所以呢，你们且记住，天命立在五福相争，这边很重要这一句话很重要，天机就在这边了。听懂为母的话吗？一而兼挑两中乾坤两列，你们懂吗？这边的一而，那就是我们只要把责任交给我们老前人，五福相争，那就是老前人还有几位前人，这五福相争。言如一台是坤背魔幻，一修明德是乾道魔幻，以有恩荣德高福大众。第一位就是讲到我们乾坤老人家，所以说我们今天跟着我们乾坤老修道办道，应该大家要珍惜，大家要得来不易，
也是我们的累世的因缘，也是我们陈仁老的心，我们应该珍惜我们陈仁老啊，可以说啊，啊，是我们师母最疼爱啊，最疼爱。那一台就是张前人啊，张前人都已经是七十几岁了，我们陈仁老年纪最轻也是67岁了。一修就是齐前人，齐前人也是不容易啊，齐前人当时也是啊抛家舍业离开，当刚结婚不久啊，小孩子很小，然后就离开了，断然的就从天津坐船来到了台湾。连德就是冈山的刘前人，那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不容易，本来是当兵啊，后来修道办道，还是卖豆芽菜，后来还是做豆瓣酱啊，明德豆瓣酱最有名的冈山的豆瓣酱。但是啊，刘前人到了后来身体都是一直不好，一直都不好，为变魔所缠，所以他们这几位都是前道的魔幻。以我们老前人，老前人这个名字就是当时师父老人家给我们啊，赐给我们老前人。我们老千人道高德重，来扶着大众。因为当时我们老千人带着几位千人啊，来到台湾受苦受累，才有今天。当然还有其他几位千人，像刘千人，昨天千人讲的大德真经已经回去，还有好千人啊，也都回去啊，还有其他的几位千人啊，几位千人都已经归空，都已经归空。还有像那个文殊先生，以前的已经都不在了。只有从大陆来的就剩下啊这五位啊，最后来啊刘前人啊这一位明德刘前人不久以后也是归天，也都是归天。所以呢，这都是不容易，是我们老师母亲自带来的，应该是师母奉师母的命根本。为什么我们讲我们根本呢？因为我们这几位老前人亲人是根本的源流，是痛了我们师母的病，直接从天津到台湾来看望。其他的祖先的前人都是当初老师归空以后，然后他们都散在各地，有的在这个沈阳哈尔滨啊东北的啊，有的啊是在上海啊南京，有的是在宁波，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因为大陆变动，然后他们就来到台湾，后来都是彼此不敢见面，彼此不敢见面，最近几年各族各县的亲人才敢见面啊，才敢见面。但是直接从师母啊有病来到我们台湾，那就是我们老亲人几位亲人，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是花一大道，我们是根本子根本线根本正宗正脉，这一点我们确实是要珍惜这一点。所以一间乾坤两进行，负我来负担起大地的徒儿，都要归心，要归到老母那边去，且莫泄气。千年的考验就是讲80年那一段的考验，那是上天的天力。哎呀，你们几位前人也是历尽沧桑血泪滴啊，所以我们当时前人的血泪我们师母最清楚，所以师母就讲历尽沧桑血泪滴，为母知道你们寒酸受苦为大众而度，但真无奈为良偶内心体重。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师母老人家内心心也是疲累啊，老师老早就不在，我们师母老人家身体多病，身体多病无法再承担这天命，只好身孤肉食交天命，只好呢就脱了这个臭皮袄啊，这样子就回天了。但是这天命这个计划很重要，我们要把它划线啊，要把它划起来。但这天命师母并没有带回，这一计划我们应该在这边应该要叩谢师母老人家，感激师母老人家，我们后来的这一些人还能够修道办道。因为我们师母在1975年就归空了，但是75年以后，很多人如果那时候师母就带回去，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都还没有求道，对不对？1975年你们都还没有求道，当然台湾今天来的这一些人都是求道，但是各位都还没有求道，所以
幸亏师母老人家没有把天面交回，要交回，乾隆不可能来这边办道的，没有天面了就不能再传道了。所以感激师母老人家没有把天面带回去。你们要知道，因为你们都是代理天面之者，所以师母今天才要来这里讲这些话。你们要认清，假主假济公已经出现，走到旁门一盘乱，以后还会更多啊！现在已经出来，再不集中谈盛会，一盘散沙像何样？如果你们借不借着今天忏悔班来忏，大家又肯定这个天面，那可能呢以后会被人家各个击破，各个击破，然后就被人家拉走啊！因为那种假组织的力量也啊，这个邪魔在乱，也很有力量。所以你们再不肩挑利己，这怎么能安慰我母心呢、啊？慰我良心呢、啊？是不是？现在大道已传普传世界各角落，你们更要各负各职肩挑。道讲到各角落，就是讲到我们东南亚、日本、美国啊。你们不要有疑惑，因为道会越办越开，这边我们要去领悟，要去领悟。道要是天命没有的话，怎么会越办越多呢？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手大，怎么会越办越多？所以我们应该去参悟，天命就是这样子。所以天的明面不是人为啊，不是人为、啊。不要有疑惑了，要解除杀盗淫妄酒。刚刚乾隆老跟我们讲的很严重的这五个大罪：杀盗淫妄酒。乾道犯的是刚强、酒色、财气。混道患的是口乱、是非乱喜啊，各有毛病，这个叫做毛病。为师母是怕你们，恐你们啊遭到贼里面，没有成道反而受贼了，那就糟糕了。所以才特别的讲了这几句的重话。我们师母老人家不太想讲这些重的话，但是太事关重大，不讲不行。你们正殿金线是一条真理。什么叫做真线？什么叫做金线？金则不假，金则不变，永无不变。那就是老母、老祖师、老师、师母，然后现在我们老前人来继续代理这个金线，然后只为前人老。这个金线就是这个，你们要握紧这个金线，一定要握紧，是不是？所以忠臣自古不是恶子，这个才告诉我们，人修道最主要要忠孝节义，一定要站好。忠臣不自古以来不是恶子，不能够辩解。一个人辩解，任你以后再行功立德，那都是没有用。内礼不嫁二夫啊！如果一个人在辩，那以后还是会人生你是污点还是污点？所以是不是啊？你们都是追下一条金线，康庄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你们能想知啊？有肉体在，有肉体我们才能够办到。尔徒儿，你们只要保重身体，节哀顺变。我们的师母老人家虽然不在，师母老人家要我们大家不要太过悲伤，我们还是要忍着眼泪，要坚强，要意志坚强，刚柔并用。我英子还是口口声声来喊着，所以从师母的声音，好像到我们前人是我们师母的一块肉一样，心肝宝贝一样啊，所以在称呼我们前人的声音都不一样。你可以这边去参悟啊，这边去参悟。道悟红掌人稀疏，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是谁又知道我们前人啊？无人知道他的寂寞，没有人知道他的寂然啊！所以我们多少的晚上，前人有家归不得；多少的晚上，前人想着父母亲；多少的晚上，我们前人啊要想着我们台湾的大道没有办法轰炸，又想到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担心国内，又担心国外。在台湾有时候又想起东南亚。不禁的又流眼泪，来到了东南亚又赶快要想着回去台湾。最近这几天，我们千年老的心又要赶快回到台湾去，想说赶快把东南亚的行程是不是能够缩短，
因为台湾的事又太多，但是没有办法，东南亚的事也跟着排下去，所以我们基本的心那样的一种矛盾，那样的一种进退的痛苦，又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又有几个人能够知道他的寂寞？晚上没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孤苦伶仃无人知。我们前人一个困到人家，过去二十几岁就离开了父母亲，一个人啊，一个二十几岁本来应该是最幸福，尤其我们前人的家可以说是当时天津的大户人家，掌上明珠啊，但是离开了父母亲，父母亲已经不在，兄弟姐妹都是在大陆，深陷大陆啊，一个人在这边，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尤其在当初在台中，几个人陪着前人，我们前人又鼓励这一些跟在旁边的这一些道亲，像洪典禅师、谢典禅师，他们能够回家去过节。但是如果他们这些人又回家过节，前人一个人在台中，又谁跟前人老过节过年？是不是？所以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寂寞，半道半开了，那也是难过；半道半不开，更是痛苦。所以孤苦伶仃啊，这四个字呢，可以说我们天下如果是有血有泪的人，孤苦伶仃，那是我们人间最大的难过啊，最大的难过。为了半道，孤苦伶仃，无人知啊。只有半夜三更，我们前人老在床前这样的流着眼泪，甚至眼泪都把枕头都滴湿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只有我们师母在天之灵，好像一边一边的哭啊，一边的呼喊，但是我们师母的呼唤的声音，我们前人老又听不到啊。前人老在这边哭的声音，一边哭我们师母老人家，一边流着眼泪。可以说我们师母最疼着我们亲人，最疼着我们亲人，但是没有人能够了解前人的寂寞凄然，孤苦伶仃。幸亏我们东南亚的道亲还是能够十几年来还能够感激体会到我们亲人的那一点心。在1980年的时候，台湾大考受苦受难那种情况，我们东南亚的道场、日本的道场都是这样的坚强的站起来。那时候台湾没有人来管我们这边的事情，自顾不暇，自顾不暇。台北、台中、云林县自顾都管不好自己，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你们才刚刚80年不容易啊！讲实在，你们才刚刚阿拉斯加的道场才刚刚起步，刚刚起步而已啊！我们就承受这样的一种痛苦，大家都受苦。抛夫舍子的是一台，我们张前人也是不简单的。抛夫舍子这四个字，可以说为了一个护道人家，我们道场讲的是三从四德，三从四德为什么要抛夫舍子？那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这种痛苦，可能很多人会误解啊。为了修道办道，为了要这样子，舍业舍家的是我一修啊。所以你看，我们师母老人家这一些人，当初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岁刚出头，正是人生最焕发的时候。我们各位在座的二十几岁、三十岁的人，现在提前人已经是七十几岁，满头白发了，满头白发。我们前人老也是一样。良华都是冰白的，你们怎么不可以不体谅我带来台湾的这几位？满天福星照前走，我们现在天上的星星，这一些点传师都是天上的星星，因为太阳已经下山，月亮没有出来，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就是这一些星星，这个已经不能点出来不明白。你们福气不福气？大家说福不福气？你们若不珍惜，万死！你们此生得此圣道，为母是间接来跟你们结缘。你们间接就是借巧，
直接当然师母老人家，我们可以看得到师母老人家，那就是最直接，不得已啊，间接借巧那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你们要正视真理，道是一贯永不变。为母回去后，天命还在，你们可不要忘记，大道是半永久。这一句话，我们请拿起笔把它画下，我们不要怀疑，大道是半永久的。这一句话最重要，不是半眼前，自古眼前是空虚幻。如果眼前的那一下子就虚化加矣，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尽力前哀。尽力前哀就是你要抓住这个金线，不要掉下去，掉下去那就是糟糕。一定要抓住这个金线，一个人抓住一条线，抓住一个，让我垂垂几记心，为母赠送呕吐五福一盏灯。啊，师母老人家要送给我们一盏灯，你们要不要？大家都很高兴，要。所以带母来画一画，时间有限。翻过来，忠言一脉正宗传，日夜何其连德行，华美终日应师时，有言何止登此船，圣道至尊大智慧，受古今稀圣稀显，母承天命陶真照，三奇照应半寿也，中华圣母。忠言一脉，这个道就在忠言，自古以来道虽然是上天在讲，但是都是由忠言啊，因为忠言是黄河，可以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的相传，一脉的相传，那是正宗正脉。日夜何其连德行，日那就是我们师尊火尖子将士，夜就是我们师母夜会菩萨，合起来那就是明啊，所以我们要明明德于天下，师母老师师母乾坤才能够显出这个道的尊严。华美中日应师时，华当然就是华夏中国啊，美就是像美洲，中就是我们中华中国，日就是像日本，不但就是在中国，在美国，在日本，甚至我们东南亚，这个就是这几个字就是代表国内国外通通都在这个时候应验，都是应验，只要有缘的佛子你就能够登上此船，圣道至尊大智慧，道是大，至尊是贵的。自古以来啊，从古一直到现在，那问一个人，只要想要成为圣人，想要成为贤人的，你除非我们不想牺牲牺牲，我们想要牺牲牺牲，你一定要有师道也，一定要有成道。母承天命，老母啊，师母承受天命，陶真陶就是人家在做陶器的。本来一个泥土把它做成一个茶杯，我们成为一个器，真就是把它塑造，把它塑造完成啊，我们这一些徒弟把它雕琢塑造完成，所以三奇照应半寿也啊，所以天真啊，白羊太来天真半寿也已经讲得很明显，而不是那一些假祖师假工厂啊，不是那些啊。我们师母参毕老母的圣驾以后呢，然后就批了这一段很重要的信啊，很重要。一盏灯笼照九州，但愿众生早回头啊！啊，这个灯笼要拿着灯笼来照着九州。九州本来讲的是中国啊，当初禹呀，大禹王，大禹尧舜禹禹的时候就有九州十八地，那是在讲我们中国的中原呐、啊，九州十八地。现在所讲的九州就是全世界啊。但愿众生能够多不多回头，雨林耕耘零时半，一休一海无左右，明德一息多珍重，五福祥珍照根流，一根扁担乾坤挑，互并成间渡烟涛。我们老前人啊，所以老前人的名字就好像一降甘霖一样，我们老前人是耕耘呐、啊，所以现在老师师母不在，老前人就是耕耘啊，耕耘这个我们要，这个话很重要啊，这个话，所以我们这本书不要随便传出去，传出去给别子的别县的看到啊，他们会这个会想了很多很多了啊，会想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这个书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这几个资料不随便开花，印了多少就是多少。我们出去也不要营业，不要营业，因为这个
关系到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老前人就是婚姻，再来你看就是我们前人，前人要来办这个事，要来更进位进分者，然后齐前人张前人帮助在左右。这一季这个戏轮做完，这个里面你当初很多点传师也没有去想到，没有去想到，后来闭班这个师母退教以后，其中有一位叫做董昭贤，董点传师以前好像也有来过，不晓得有没有，他下课以后就是去跟我们的陈水仙，他也来过我们这边，因为他们过去都是在基隆镇市，他就恭喜恭喜陈点传师啊。那陈点传师说恭喜什么呢？他说你没有看刚刚那一段戏里面有玄机啊，里面有玄机，所以你们现在一看确实啊，所以我们这个话我就心里面大家心里知道就好啊，彼此心照不宣啊，或许不能讲得太详细啊，你们自己心里有事就好了。所以齐前人从那时以后，这个73年以后，整个学界台湾的学界在80年啊，69年1980年硕考以后一直都没有恢复，一直到70年71年75年，到了73年甲子年忏悔班以后，整个学界大大的轰炸，真的那一年就不一样，那一年就变，整个都轰炸起来，台北各大专博士团通通都上来啊，台大的、师大的、东吴的、湖大的编组，这个台中的这个洪甲，中间也有一段啊，都是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啊。那时候马讲师最近跟我讲，那时候台中新民班才剩下2个人，啊，或者我那时候73年的时候，年初啊，台北的学界的博士团新民班 B 班才剩下52个人 B 班。52个人，你们可能认为很不少，很少了。所以现在台北的新民班一年有600多位，学界大专学生新民班。所以你看，整个的这7、8年轰炸10倍，学界进步十倍的人。现在台北的各种进修班一年6000多位的各种班，整个我们台湾的班有 B 班。要2万多个人闭班，佛堂现在有3000多间的佛堂，点传师也有200多位的点传师。台北在1980年硕考的时候，580几位讲师啊，一硕考完以后，慢慢的回来，剩下200多位回来。现在台北的讲师1700多位，也是200多位。1700多位，七倍的成长。台北本来硕考以前是200多间的佛堂，硕考以后剩下100多间，有的没有了。现在台北的佛堂500多间的佛堂，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天命可贵，越办越强。我们台湾话讲过一句话：怕等勤奋，等得用，更强壮。不但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然后倒的云林县怎么样？那云林县更坚强，倒当益壮。现在云林县倒的半倒的健老会，哇，县长来办健老会，可以说大家高兴。年轻的小孩子小学生班，云林县照常小学生班。你看那边下面就有云林县的小学生班。啊，点传师尊师重道，现在的云林县的点传师，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肯定。我们前人办到的宗旨，七大道场，领导是正确的。过去有几个点传师对于前人的领导还是有点怀疑，现在最近这几年心无可疑了，不承认也要承认，不接受也要接受，所以一定就是要参加整个大道场的这样团结合作帮助的这样的一种方面。所以现在云林县最近这几年来可以说一道同红。尤其从重修堂重建以后，他们的心更是团结合作，前向的大道场，常常要请前人老回到重修堂多住几天，不要好像都往新道场这样子跑。所以老道场更加的坚强，彰化县那都是一直的都是稳定的，一直的都是保持他们的实力啊。苗栗
客家人混团子，啊，混团子，混团子，几个点全是帮子，不分你有他，没有人偶像，点讲师都是混混啊，客家人，客家人，一个大庙现在要盖一个庙，啊，然后台南一道通风，一道通风，社会界有社会界，学界有学界，社会这个小天使还有小天使，台南最近还要盖一间大庙，2000多万要盖一间大庙，已经要破土了啊，已经要破土。高雄最近这几年来也都是十几个点传师，大家合作以中日班的这种建设，然后在高雄建万达公展，然后这个是社会界、学界五大道场，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嘉义五大道场遍驾齐齐，台北还是一直都很强，台中也是不甘示弱，一直在追啊，一直在追。所以马蒋师傅这一次也打，我比较放心啊，不然我们出来太久，马蒋师傅出来的话，那台中不晓得又拼了多少啊。但是没有关系，马蒋师傅虽然出来，但是台中已经都是学界也都是很强上轨道，所以钱仁老这一次才敢带马蒋师傅出来。已经我们现在出来几个月，怎么都没有关系，因为台湾的一切的道路都是在进修班，都在各种班。都在进行，所以国内是这样，国外从忏悔班以后自古很强啊，高僧点传师对老前辈虔诚，100%真正的尊敬恭敬啊，领导下来的现在自古已经有5位点传师啊，也有20几位的讲师，佛堂大庙可以坐500多人，我们东南亚新加坡。最近这几年来可以看得到，他们虽然年轻，但是他们办的事都是犯大人的事，很强，很团结，很合作。钱仁老也常常感动，为这些人流眼泪。新吉隆坡啊，现在分为2个区，吉隆坡、巴生，也每个两个地方也都很好。啊，前几天我们才从那边来，也是一年一年的进步。中日班、意志班，大家都是节点的团结啊，要很棒。我们阿拉斯达。也是没有例外，虽然我们才短短的啊8、9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大家都是4位点传师，这些讲师，圆真堂现在又找了一块地，确实都好，都很好。泰国最近这2、3年进步行胜信是非常好，非常好啊。然后不但这样子，菲律宾啊，最近这2年啊，也都好起来。我们上前2个月才到菲律宾去。开了华会，好多人。香港最近就暴露空战，美国也要争取钱仁老到美国去。所以呢，从这边师母讲完以后，忏悔班讲完以后，确实我们钱仁老的道路真正的哇，一直的如日中天，确实鸿运高照，鸿运高照。那其他的几位钱仁也是不例外哦，七千人也是办得很好。也是办了很红场，社会界尤其他们国外也办了很好，他们天人宫落成以后，他们的向心力很强，也办了很多的事情。当前人虽然年纪大，但是以前几年身体不好，哎，奇怪，忏悔班以后，张前人的身体反而好起来。过去一段时间眼睛不好，现在眼睛也好，所以张前人还亲自70几岁的小脚还亲自。来到了东南亚是不简单，所以我们从这边都可以看得到老前人几位前人都是无印高照，这个就是我们师母的慈悲。这边又有一个玄机了，明德义息多珍重，你看，所以当初师母讲这一句话，你看啊，老前人跟年我们前人老来办，2位前人左右，但是刘谦没有多久，刘谦就归空。所以不过虽然刘谦伦归空，刘谦伦在冈山那一方面的道路啊，现在都是啊，刘谦伦来这一窍以后，来这个就这样以后啊，就把他的这一些道场就请我们钱仁老多慈悲多来照顾，所以现在刘谦伦那一方面的道路最近这几年来进步很多，
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得到，五湖相争，五湖都来啊，五湖都来。我们人间五湖临门那是最好的啊，那我们道也是五湖相争来造根源，一根扁担前根挑啊，负变成坚，要来把这个变，要把承受这个天变，把它挑起来啊。当时师母要挑起来，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责任，师母要把这个肩膀啊，要从这个肩膀，要来挑起这个过去，挑起老师师母一起来挑了这个肩膀，现在要把这个扁担要放下来，由我们老前人来挑起这个扁担，然后我们前人啊，几位前人的帮助，已经很明白这个天变，各位这样有没有了解？了解了。好，我们现在翻过来，金光闪耀，这个信中信啊，金光闪耀照五湖相争，告诉我们这个扁担是金的，不是木头做的，不是竹子做的，竹子做木头做的会很容易会断掉，金做的，金的扁担，金光闪耀照五湖相争啊，天恩师德记心头，天垂金线度九六，天恩师德记心头，所以上天垂了金线来度我们九六烟火子，天恩师德我们应该记在心头。再来中间，夜眼花香好时期，可以说这个就是形容三奇普渡是个很好的时间，风云际会显神奇，所以我们能够在赶上风云际会，就是天赶地吹人连错，赶上这样的一种机会，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到了道场，才能够被显为三千六百圣48000显的其中一份子啊。再来呢，赶上龙华大圣会，如果我们有机会赶上了龙华的这个大会，以后就回到龙华圣会去，然后最后猛殿连位四一喜，我们这个就已经泄露，以后我们以后回天了，老母就殿暗宫殿口啊，龙华大会大团圆，然后这些点传师能够显为3600圣，这一些讲师坛子啊，我们很多的有功德的这一些啊办事人员，我们一样的显为48000圣，一言护持。万象心，一言就是一个烟会，好像一个天印啊，天命这样的交代下来，一个开始，万象又成心，从啊甲子年开始，万象又要成心，五五相争，可以说我们道场另有一番的新的气象，另有一番的机变，所以从那一次以后，你看我们最近这几年来道场办的事太大了，对不对？重修堂的落成，台北崇德文教基金会、崇仁文教基金会，我们台湾很多的大庙翻新，你看那个田中的大庙也翻新，还有我们啊这个办的尤其最大啊埔里的天年国宴的落成，然后现在政府过去几十年来受了委屈，我们受了委屈，最近几年就在我们从埔里落成的那一天啊，埔里落成的那一天，那个楼下的。长老养老院落成的那一天，我们宣布政府宣布怎么样？我们一贯道解禁，然后后来立场就出来了。现在一宣布，我们是台湾十大宗教里面的最大的连累前跑，然后有什么事情，几位前人去坐在啊、这个上席啊，坐在上席，过去是阶下囚，现在变成冰上客，那这个实在是没有想到有今天，其实造化的捉弄人，造化的安排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好，燃烧自己照亮着别人，这个也就是勉励我们大家，然后严厉真，昨天陈仁老有讲过严真啊，我们这个这边的严就是一个开始，春天一个开始，哼就是代表哼，万物亨通，亨达啊，亨就是很兴盛的，好像夏天，炎就是春天一个开始啊。利就是要收成的，有了好的收成，大家呢非常的高兴，好的丰收啊。真就是我们要保持住我们的正
保存住这个证，啊，要藏，要保存住，收藏好，收藏好，啊，所以我们到了明年春天一到了，我们才又能够播种，所以这个就是天地的一个周而复始，连亨利贞，也就是春夏秋冬，也就是比喻我们这个道理是源源不断，周而复始，所以有一句话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应该来把握。好，我们现在来讲，连亨利贞。这就是好运的意思，给你们送福运来啊！孙母这边很慈悲，给我们送来的好消息。王母娘慈悯，给我们送福运，一盏龙灯正恩荣，来送给我们老亲人。提着龙灯，一盏莲灯照燃烧的自己，照亮的别人。这边当然是讲我们老亲人，几位亲人，也讲我们这些电传师。当然，我们也应该要来向华啊，向华。你们要真心忏悔啊，把以往的过错都禀告佛想，要珍惜福气啊，感恩天恩师德啊，感怀感怀啊。我不能持久啊，师母已经不能来得太久了，只好告别了。这盏龙灯五福相争，你们且跟随五福仙身边，待以天命不可违啊。三位九师纪元，三位就是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九师啊，就是我们的修养啊，四师名啊，师师聪啊，啊那一些茂师公啊，建德师义那一些啊。好，你们是代理天命，代师母挑拣证，普渡收人大事。所以我们道场是普渡收人，通通都有，不要听人家乱讲。说我们只是办的普渡啊，他那边啊，假三子那边才是所谓，这个话你不要被骗啊。师母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代理无忌办，你们要记住在怀，不要天人之诽谤。一条金线最可贵，他人成就莫过问，自问自己何忏，只问自己有没有把功立存。听不懂，懂不懂？你们这里有几个年轻辈？要记住社观啊，里面还有几个年轻的谦修的这个啊，点传师，你们要记住啊，谦修社观最难懂，谨慎，谨慎，万恶淫为首，眼不见色为清净，眼不见就不乱啊。如贪花移民啊，如果我们去贪花的话，那就是最笨的，这自然草生根。如果我们常常喜欢贪花的话，那常常有一句话讲，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常常还是很多事情，还是很多事，所以后悔就莫及了，懂不懂？我时间是有限，九年一别此一见，你们以后不要再想日回归，不要再受人家啊诽谤，你一天你就起，不要想日回归，你一定要很坚持，不要再想日回归见师母。老子验验是有限，个人办个人了啊，所以老子是个验验掌天盘，他是有一个上天有一个运会，我们大家只要你办个人的，个人各办一件事，天命之事你莫过问。讲实在的，天命的事我们一般人不能够了解，孔子要到五十岁才能够知道一点天命，何况我们一般又不是圣人啊，我们不要，只要紧紧跟随着老前人前人的金线天命，这样子去办就没有错。要是有什么变化，那老千人千人一定会跟我们讲啊！你们不要自己胡思乱想啊！老千人千人都没有动，都没有变，那底下的人起哄，那不是太奇怪吗？对不对？所以这一件事情，老千人千人一定会对这个事一定是很谨慎，我们不要胡思乱想。这是有天命在安排，你们不要违背自己的轨道，个人应该占个人的岗位，他人称职是他人的事，他们自己去承担。你的天命你要自己去，自己要自贵，自尊自贵啊，自尊自贵，懂吗？好，懂。你们既然懂，你们要珍惜，导祸谁以德服人啊？告诉点传师，要用德性来服众，培内德为紧要，不要叫人来批评你。再为师母身边的左右人，他若离叛师母之交代，自称子，且不要问他。这里面又有讲。当初在香港啊，有从大陆来到香港的时候，有在香港在师母的身边的人，后来
也要自己要来称职，甚至还说师母特别有交给他什么事情，特别要交给他什么锦囊，那以后你不要听这些话，不要听这些话。所以这个这样的话，你们最主要的要按照你们的轨道，每一个道场，你照着这个道场的按部就班来修道办道，跟着见众你们的前人，这样子就等于是尊师重道。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讲尊师重道怎么讲啊？讲尊师重道怎么讲？应该就是我们老前人前人尊重我们老前人前人，这个就是尊师重道，承上启下，承续承把老我们承受我们前人交代的事情，我们要去办，然后我们把祸水把它带好，带到前人的面前，像昨天的我们闭班立业，那我们就是又承上又启下都把它做好。 一条金线，这就是礼呀！你若不见人，不见前嫌，以后祸水也不会尊敬。这个是因果，这很清楚。所以你们要想为天下立心，你们想替天办道，要显大道的尊贵，你们自身要先修起，才能够立人，积德才能够达人，是不是？好，你们要思啊，思啊，想啊。 啊，这边我们师母老人家好像又是不忍心离开我们，又好像又是滇缅慈母这样子，慈母的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样，临显秘密，一孔慈慈慧一样，这样的给我们滇缅慈母啊，老母啊，想起老母血泪滴滴胸襟，师母哦每天跪在老母的面前，乃因三朝大事。 还没办生气，所以不敢不警惕自己。所以师母当时讲过一句话：你们可以吃安稳的饭，你们可以睡安稳的觉，但是我师母老人家他说啊，我可不能睡安稳的觉，我哪能吃安稳的饭？因为你们如果耽误了，只是误一小片的地方，我如果耽误了，那我可是误了三朝，可是误了三朝。所以师母的责任感。 每天要跪在老母的莲池一样，怎么不警惕？所以想到这边，那我们怎么忍心让我们师母一个坤道要来承受这么大的苦辛苦？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帮助师母啊？所以千里夜未菩萨来现身，中华圣母从未来过。香港灵坛最杀机，过去在师母归空的那一段时间，曾经。 在香港有批斗信啊，老先人曾经把那篇信文在八十年台湾受考的时候，恐怕有人不相信有师母。老先人还把那篇信文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印证师母确实是不假，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人不相信，所以现在师母又讲，有没有听过？有，这是天机。当时信文里面就有很多的天机，不可泄露，吃外不可乱谈，不要去谈这些事，懂不懂？ 喂母不可以说太多，太多了恐怕会泄露天机。师母最也难当，你们要记住啊，个个要记住啊，懂吗？听懂吗？所以师母呢，这样子真真的耳提面面的跟我们滇缅子，可以说呢，好像一只一番的练啊，滇缅天在我们徒儿的这个耳朵啊，好像是痛在师母的心里面，啊、好像是这么样，听懂。 听懂，为师母就要离开，这临别要问我荣辱，荣辱，英如啊，我一台一修，免得又还是一次的来师母老人家来呼唤着老前人几位亲人，你们且要担师母的重任啊，时间有限，要见面是不简单，灵坛批信之奥妙，这个翘首真是不简单，或许刚刚讲过，他不是三才。 他不是山寨，而且一讲话都是讲山东话，不是讲台湾话。他是台湾人，但是他讲的话都是山东的话，那这一点才是微妙，这个不简单。所以啊，又鼓励又勉励我们老千人长期化，今天才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老千人的策划才有机会开华开这个忏悔班。你们真如果不珍惜，师母无法替你们洗垢，所以我们从这边要。 了解到忏悔班是不容易开的，我们要真心的忏悔，师母才能够求老母。
来洗刷我的过错。如果我没有真心，那师母老师在老母的面前怎么能够恳求老母给我们赦罪？我们应该要了解到他这个，懂吗？你们几个要代他父亲，就勉励几位前人要帮助我们老前人，跟随你们前贤办道起来，可不要误了众生。师母要离开了，然后又不忍心，又回头，临别泪滴滴垂啊！尊重再尊重，尊重再尊重，尊重以礼用礼来办道，别呀、啊、再见了，我要走啊！又交代我们老亲人，你可要保重，我们老亲人年纪已经高龄了，我都保重。所以我们从师母的这一段，虽然我们当初没有在场。但是呢，可以说啊，师徒如父子啊，师徒如母子，母子情深，这一点呢，可以说是天性，又是天性，又是亲情，我们又是成熟的天性，又是这一份的亲情，在我们的心中一直的萦绕，让我们没有办法忘怀，所以我们应该也一方面，当然很难过，很伤心，老师师母都不能够。在人间受到很徒儿的奉养，但是我们也很荣幸，我们过去虽然没有办法跟随着老师师母走过去那一段最艰苦，没有办法跟随我们老亲人亲人来背着十字架走过去那一段最黑暗最起起不平的路途，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跟随着我们老亲人亲人，然后在这一盏灯笼照耀之下，我们继续来走更康庄光明的路途，请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我们祝福大家，恭喜大家啊！讲不圆满的地方呢，叩求啊，我们师父老人家赦罪，前任老慈悲啊，各位多多指教啊，谢谢。